额。那我们先有请的颁奖嘉宾，加拿大中文电台总裁吕芳先生，还有 Roger Communications 罗嘉世代表，我们的司机都过。有请两位颁奖嘉宾先上台。是不太一样，往年的是由主持人读出名字或者是号码，那么今年大家要把目光呢 focus 在尹大哥手上这部 iPad， 那当他翻过来的时候，上面那个号码就是我们得奖者他的参赛号码的。好了，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手机一部，那他一共可以获得的奖品是总值2200元的哦，恭喜你 Johnny。 好了，那么也是请的也是说话一部，好，恭喜 Johnny。 两位颁奖嘉宾请留步，麻烦请留步，因为我们颁发的考核奖项也是很重要的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今晚每场上面颁发了三个奖，那然后网上都颁发了两个啦，咁當初咧，啲男仔好似攞多啲獎，不過唔緊要，唔使氣餒，因為只要嗰位嘅 Sunshine Girl 攞到以下呢個獎，咁就 is all OK。因為呢一個獎項就係 Sunshine Girls 嘅冠軍，咁啊亦都係由兩位頒發啦。由而家我哋揭曉個結果啦。對，大家要把目光。Sharpie 都在台上面啦。那么2010年 Sunshine Nation 已经圆满结束了，非常感谢